现在有2021年了。
高雄爱河，高雄爱河，嗯。高平溪是下淡水溪的，高平溪就是下淡水河，是这样的，和历史里面提到的。清朝历史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2021年得到金牌、银牌、铜牌也最多。国庆日还有英雄，奥运英雄参加游行。台南新营将要设立国家图书馆、南区分馆，在金华路、长荣路之间，家乐福旁边呢。在后壁那边啊，在乌树林附近啊。2021年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没有展览，没有办展兰花展。工南部分院在嘉义太保，嘉义太保。魏武营在高雄，高雄魏武营。高雄县魏武营啊。国际性的表演场以后，经费83.6亿元。
中华还是中国呢？你看还是中正的，都改名了呢，改名了，你看，台湾的，你看改为台湾的，你看，中国的都改为台湾的，你看，中华中国中正，都改为台湾的，你看。是三族啊，不是九族，那族九族而已。多罗少族、噶玛兰族、泰鲁格族、花莲泰鲁格族、萨奇莱雅莱雅族是哪里的？萨奇莱雅族是哪里的？网络搜寻是三族的呢，高山族的，那还另外还有平埔族是希腊雅族的。可以回复个人传统名字呢，可以呈现在身份证上呢。有客家电视台，也有客家文化园区，高雄六堆呢。屏东内埔不是高雄六，是屏东内埔，六堆是屏东内埔的吗？高雄有美浓，美浓民俗村。高山族呢？高山族呢？哎呀，回平埔族呢？对呀，还有平埔。现在电脑资讯网络全球化，2020、2021还有新型冠状病毒啊，全球瘟疫染疫就快2亿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1亿多就已经很多了，1亿多了，死亡人数100多万以上了，好可怕了，
新冠肺炎瘟疫啊，新型冠状病毒可怕，比那个2003年的 SARS 病毒还更可怕，更厉害。那年SARS发生在中国，2020年呢？你看，新型冠状病毒先发生在中国武汉地区，被称叫武汉肺炎。后来那个中国人到外国去，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哦。要新型冠状病毒，一般的说法都是这样，但中国是反对这种说法。新型冠状病毒到现在2021年了，染疫了大概1亿多了，死亡了100多万以上了。你看，你看那个，还造成各行各业的变化，还有交通，还有餐饮业、还有娱乐业，很多的产业都停顿、萧条了。那种运费、海运啊，海运的运费。贵了很多，资源都贵了，石油涨价，蔬菜也涨价，国际民生用品都涨价了，通货膨胀了，很可怕了。那吃素了，吃素防新冠肺炎，帮助环保，救地球。